大家好，我是学良，我现在所在位置 SIH 是2018年的现场。芝博呢，最近几年的整个品牌的方向呢，更加的年轻，更加的前卫，更加的强调设计与风格。那在尤其是在这个几个复杂功能上面呢，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那我手上这一款呢，是三太桥镂空表，它其实是延续了这个前年开始的这个所谓的三太桥的设计风格哈。那我们先从三金桥这个概念开始讲起。三金桥可以算是芝博非常具有品牌，这非常具有品牌特色的一项这个复杂功能。它把这个整个机芯的发条、主要轮系跟摆轮呢，这个以这个三个平行的这个箭形的金桥来加以固定，形成一种非常均衡和谐，而且这个造型非常独特的一种这个配置哦，那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经典传奇。最早在1860年的时候问世，那后来在巴黎这个万国博览会上面呢，也得到了这个所谓的表中蒙娜丽莎之称，算是在业界呢最具有识别度的一款复杂功能好的这个三金桥的陀飞轮哦。那在前年开始呢，慢慢的这个整个风格呢，跟材质上面有很大的这个突破跟改变哦，那也就是所谓的三太桥，不只是材质上呢，采用了钛金属来打造这个太桥本身。那包含在线条的设计上呢，你可以看比较一下，它跟经典的三金桥比起来呢，它非常的立体，而且有带有一个非常前卫的弧度，好像是一个现代建筑一样的这个非常复杂的机械结构的设计哈。那这也成为这个三太桥的美学上的一个特征啊。那让这一款这个三太桥跟传统三太桥比起来呢，这个感觉是另外一个世代的产物哈。那今年呢，在这个三太桥的基础上呢，再更加的精进，推出了我眼前这一款三太桥镂空表。你可以看到整个机芯的结构呢，它不只是三太桥的这个正面的部分，包含背面的部分呢，它也是采用了太桥来作为这个结构设计，因此将整个这个镂空机芯感觉好像像三明治一样包覆在这个太桥的结构之中。那前后呢都可以有个非常好的一个通透性，视觉上呢可以完完全全的穿透哦。那另外呢，它在这个表壳上呢，它也是采用了钛金属来打造这款腕表，而且呢，为了让这个色调上彼此有更好的这个对比与层次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机芯上的这个三太桥，它还做了黑色的这个处理，那黑色跟金属之间的对比色呢，也让它更增加了这个比较层次感的这个鲜明的对比。那另外呢，它的表壳上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所谓的表镜哈，这个镜面的部分，它是采用了这个拱起的拱镜设计哈。那除了从侧面它也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通透性之外呢，在线条上面呢也更加的这个柔和哈，更加的顺畅。那这款三太桥镂空表呢，也可以算是这个金桥表的另外一个世代的重新演绎。那定价是在台币大概415万左右。那虽然没有采用限量的款式，但是呢，以这个芝博表在复杂功能上面的这个生产的数量的稀少度来讲呢，它也算是具有相当高的这个收藏价值。好，这是今年芝博表全新三太桥镂空表。